也要的，我也不能让你再走寻常路。我决定插手你的人生，让你的世上不稳，别说你不能。就不太冷，被划掉，像我一样，就刚好被爱的人接吻要深，拥抱抱着拥抱抱着来最现实的你，装作要更新，真的是你刚刚离婚，接下来你还要会弹琴会写，因为瞬间过敏，头脑清楚，不能迷路，我要将你彻底带掉记忆，冲出大变身。开心吗？老师愿意的朋友开心。